机场还没开，这是国内线，大家都在外面睡觉，所以我们打算在这里睡。这边很多电车，很多车子，这是里面。我们在这边等。哎，现在这个人爬上去了，也许我们可以坐这里。他俩要吃点吧？好，你想吃？你确定要吃？喝水。对，国内线真的没那么早开，我想要去买水。我们躲在最旁边的嘎嘎角，可是蚊子真的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姐姐蚊子太多了。我告诉你的方式，你可以不用躺在地板，但你需要所有行李箱叠在一起，就可以躺着了。你今天讲个爱我咩？我也好奇怪。讲个。他说什么？他想要拿着椅子。Oh. No. I want the chair, you know, so. 但你那边有一般的，那边有一般的。哪边有一般？那边。这都是高级。那边，那一定很贵。一百一百。差不多啦，就是65元送巧克力啊。我不用巧克力，你帮我拿后面那个红色盖子就好。这个，那感觉比较大瓶，帮我拿那个就好。那个没有比较好喝，我们前两天才喝的。Daddy， 随便，要水就好。面包呢？刚刚拿一下。水。我们买了一瓶水，这瓶99千，等于100多块。我们原本打算睡在这里，现在3:10，可是蚊子太多，所以我们全部复活，打算在这边买一个咖啡来喝一下，趴着睡就好。然后这个人想要跟隔壁拿椅子，他一个人占了3个椅子，对他不敢，所以要派我去跟他要。Excuse me, give it a chat. Thank you. 成功获得椅子一枚。厉害，厉害吧？哟，我派你去跟他要雪碧，他雪碧喝到一半，你看。他还有另外一张椅子。你看，雪碧喝到一半，还有另外一张椅子。悠悠，换你去要了。不要。去啊，快点啊！这个东西真不要了。我把鞋子脱了。你把鞋子脱了，我看。对。难怪味道那么重。超臭的，是防蚊液。现在3:11，我们的飞机是7点。啊，我的面包嘞？你的面包，老板说面包卖完了。哪有？还有一个。对面有麦当劳，我们要去麦当劳。我们都已经点了，先喝完，吃完再去啊。至少那边不会被蚊子咬啊。可是麦当劳不晓得怎么开啊。有啊，有人。那边有麦当劳，有人想去麦当劳。派我先去看麦当劳怎么开啊。我先去对面看一下麦当劳开了没，可是真的有点累。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睡机场啊，我觉得睡机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，就是小朋友会觉得说哇，怎么这么不舒服，怎么这样子？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以后想成为一个旅人啊，其实睡机场真的是一个基本功，一定有机会会睡到。哎，好像有开耶，好多人睡在麦当劳里面呢。等下我叫他们来睡麦当劳好了，麦当劳感觉比较舒服。我看一下，好多人睡在这里，可是里面生意好好哦，大家都有站着椅子哎，里面好像只剩一张桌子，而且非常的挤。对，真的就剩一张桌子，每张桌子都有人，这边都是机场人啊，都在这边睡觉。这边还有星巴克，可是还没有开。我刚才问了机场人，他说5点机场才开。我跟你讲，麦当劳里面都是人。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位置，对，都在睡觉。然后我刚才有问他们机场的人，5点开，所以我们要转站去麦当劳。看你啊，看你啊，至少不会被蚊子咬，可以坐着睡耶。好啊，那就把它吃一吃。我们要去麦当劳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些喝一喝，吃一吃，去麦当劳。这是我在越南第一杯咖啡，你知道，听说越南咖啡很有名。你知道越南是咖啡的产地吗？所以它咖啡很有名。
所以可是这边喝起来好像就还好。你干嘛翻白眼？我很会翻白眼，我翻给你看。那你知道你像谁了吧？你看这个人精神还很好，心情很好，还在吃东西。你吃什么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他一上飞机就睡觉。好笑。嗯，你要录我？我们决定先暂时不去麦当劳，因为那个位置真的太小，而且里面人超多，你要睡着，很挤，睡着好了，好不好？不然这样子好，你跟姐姐轮流。你推他半个小时，他推你半个小时，这样就不会被蚊子咬。悠悠决定把两个箱子放在地上，在睡觉。可以吗？你这样躺起来舒服，你躺看看，躺在上面。呀，卡住了。这样不舒服啦，一个软的，一个硬的。好，你今天就睡这里哦。还要一个大的哦，还要一个大的，你就在这里啊！看得出来我们家很累吗？可以再接一个黑的大的，这样至少够长。好，来，悠。你先拿，你先拿去啦，你先拿去，等一下再接。先拿去。悠现在要接一个大的，赶快去接一个大的，快点。再接一个大的。快点。感觉精神都来了。越南时间3:30。台湾时间4:30，应该要起床了，所以我们精神都来了，不会再想睡觉了。这样怎么睡啦？你们现在是想大挑战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可以，你们大挑战，不错哦，很舒服哦。这个很软，这也很软吗？姐姐的手。你要不要参与？你可以把三个椅子合在一起，就睡在那个。这个人现在呈现呆滞的状态，这个有一句话叫无神，他现在就是无神。精品，我这样就有椅子。你确定要这个吗？那我要躺。没关系啊，你们在这里很舒服啊。我要撒一个单子。你撒了一个什么？不对，应该是两个。撒了一个什么？这个人现在睡在这里。你听得我要去刮。还唱歌，好听吗？还可以啊，唱得比我好听。我要睡了。你要睡了。然后这两个人在这里。你们在玩什么游戏？眼睛在大一点，在这。算了，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。然后我的奥特曼在缩时。亚佑，你今天不是要挑战睡机场吗？你有睡着吗？没。那你有睡着吗？亲爱的，你有睡着吗？没有。你也没睡着。我也没睡着，原本呢、是5:00才开，可是现在3:50就开了。我们打算先进去看一下，已经很多人进去了，至少在里面睡不会被蚊子咬。可能真的太多人在外面等了，他提早开了吧？我忽然觉得有冷气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。我们进来了，就至少不会被蚊子咬。对，外面蚊子超多的，有点累。我们进来了，还好这一板凳够长，可以睡在这里。我们进来以后啊，找到比较好睡觉的地方。这新店这边睡在这里，这两只睡在这里，至少比外面舒服多了。我们刚刚原本想说早一点去 check in， 因为我们的飞机是7:00，然后现在是4:06，他跟我们讲说要5:00才能 check in， 所以可能还要再等，所以我们现在又找一个角落想要再睡一下，可是舒服多，而且里面有冷气，外面真的又热，蚊子又多。5:00了，要叫他们起来了。悠悠起来了，要走咯。
捡起来，我们要走了。捡起来，我们要走了。先交餐桌。又不要再睡了，我们要走了，不走了。天哪，我们要走了。天哪。背包背着，等等。最后不要睡了，我们要走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。这两个啊，睡了还在睡，很累哦。嗯。下次还包睡机场。还好啦，没有睡包，根本就没睡着，没有不到一个小时下下。对啊，有点累，而且如果有睡着是还好。对啊，而且带小朋友就会比较提心吊胆一点。刚好有一个人坐在游泳旁边。然后哎、欸。然后还有一个女的坐到我跟你中间，超怪。就是还有一个女生啊，他们两个睡得好好的，忽然坐到今天蔡依林跟我女儿的中间，超怪的，超陌生。那个男的坐在右头旁边，对，怪，就是把屁股放在右头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睡得有点提心吊胆。好了，我们累了，明天见。这两个也超累的，这个还在睡，还睡在这里。哎，起来了啦，拜拜。You said my world off